啦啦，今天又更新了，五二一了，送一个粉粉大蝴蝶送给自己，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，又是一期非常水的视频。啊，这个颜色真是太衬老夫的少女心了。中间的话颜色稍微重了一点，两边的是一个颜色稍微轻，就是稍微轻那么一丢丢，当然从视频里面是看不出来的。上 UV 之后可其实也不是特别明显，用眼影上完老色之后，再拿粉色的和白色的彩铅画几条线，让它有一种纱的那种质感，就会特别特别的美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超级粉嫩哦，老夫的少女心。嗯嗯嗯，回归正常，玩呀！因为昨天那个视频呢，昨天我录了啥视频啊？对，那个新型的书签。昨天那个视频呢，因为有抽签啊，所以今天就不抽了。对，好像没什么啥要说的。对，这个是一个耳钉款。不是耳环款了。如果有可爱想要的话，可以去我的店铺找我哟，私聊我也可以的哟。那就这样，大家慢慢的看视频，慢慢的听歌吧，也是一个非常短小精悍的视频。就这样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走海斜到西出往外的傍晚，记得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，女孩的白色衣裳，男孩爱看她穿，好多桥段，好多都浪漫，好多人心酸，好聚好散，好多天都看不完。刚才吻了你一下，你也喜欢对吗？忽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？你说你想带我回到了你的家乡，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，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。他说你也会这样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
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。